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。我现在正在这个2023年的鹿港风筝节这里啊。这里的话呢，天空上有很多很多的风筝，看得清楚吗？这边有点背光哦。哇！很多风筝啊，很多人在这边放风筝哦。那周围的话呢，也有这个美食街哦。如果你饿的话呢，也可以去吃东西啊。有喝的，有炸物，有甜点，好、哦、都有。好、哦，那小朋友的话呢，就是在这边应该可以玩得蛮开心哦。如果说没有带风筝来的话呢？四周围也有在卖、啊、那个入口有在卖嘛，然后这一边的入口也有在卖、啊、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有在这个租泡泡、啊、租泡泡就是可以让你租泡泡啦。我、哦、这个线有些很危险，它是拉直的，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能会不小心勾到，这个要小心、啊、有些小朋友不会放风筝就玩泡泡也不错、啊、总而言之这边呈现出一个幸福洋溢的气氛，欢迎各位朋友有空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。